比你给自己的那个备战真水平打分的话，你会给自己打多少？哦，说实话我觉得应该是及格，因为我没有冲的那么的深度，而且就是比较怕水。我们就是有给你准备一个测试，所以我的 B 站大佬身份今天就会垮掉。哦，在下面的弹幕里面想出今年的年度弹幕。哦，年度弹幕，爷青回跟禁止套娃娃。对，我经常看见在评论区别人就会回别人禁止套娃什么意思，所以哦，第二个哪个是 B 站的狗头币？爷关更常用在什么？啊，我爷爷关注的 UP 主更新了嘛？当然是鸽子。对对对，那谁的？我，好大的口气。B 站上有很多粉丝给你剪辑的视频，嗯，你有看过？我有，最近看过一个别人给我极乐净土加的特效。哇哦，做的好好，很厉害。那你有看过这个粉丝给你剪辑一些可爱的呀，或者是撒娇的那种？我不可爱啊。你想看吗？我想看。那吗？我可以不看吗？为了你的流程，可以不用看是吗？那当然不想看啊。那如果粉丝剪辑你一些比较就是帅气的或者很 A 的，看，我要看超帅的。可以征集一下。对，征集一下，请大家给我剪一些。比较帅气的，我知道可能素材有限，但是你们是最棒的。是你最近逛 B 站吗？有没有看到什么弹幕是你特别想回应或回怼的？最想回怼的没有，我没有那么爱怼人。那么请周深接受反话挑战，念出 B 站网友的弹幕，并用反话进行回应。第一句就念不出口 ，ZZ 我就不用念仔仔了吧，好吧 ，ZZ 没有受委屈吧？妈妈好心疼。等一下，我要捋一下逻辑。其实我的真实的话语是什么？什么鬼？那我的真实反应就是该接受他是吗？啊！真的受了些委屈呢，还好有你的关心，我都茁壮成长了许多。原来这个游戏是这样的效果。第二个，光是这张脸我就爱了爱了，颜高声好。哇，你们这个游戏丧尽天良，是给了我们很多钱吗？这个采访。对的，没想到这张脸能够得到您的认可，好恶心哦，好难啊这个游戏。